hello， 大家又继续呢只 Pokemon 嘅改版。而家咧，我哋翻到嚟呢个紫苑镇就继续翻剧情啦。上集就讲到我哋打赢咗呢个板木，然之后咧就有一个镜头啦，有呢个镜可以上去睇下嗰只鬼系啦。好，咁我哋上去啦，可以望望望先啊。咁啊，交代翻我啲重先啦，系啦，交代翻我啲重，同埋讲下一啲评价啦，系啦。咁我自己咧一路即系头先都自己都睇过啦。咁其实发觉草系真系非常之不济啊。非常之渣，佢配到系啦。咁点解咁讲呢？因为火系咧，基本上你都见到佢有速度同攻击啦，但系防御特防啲劲渣啦，系啦。但系都胜在有速有攻嘅。咁啊，勉强都算一个输出手啦。咁啊，水珠就大概都系平均型啦，即系大约我谂七全部可能75啊或者80左右嘅种族值啦。咁都系算系比较偏向唔错嘅。再加上佢系水龙嘅属性，所以基本上系非常之好嘅。咁但系草系嘅话就非常之渣啦。咁草系虽然系草岩石嘅属性啦，但系咧佢呢一个嘅能力值实在太过之渣啦，系啦，防御又唔算话太高，特攻又唔可以做到双刀，呢个特防又唔系话好高，咁啊速度咧基本上系慢嘅啦，慢到不得了嘅。咁再睇埋佢呢一度最高嘅数值，咁我应该系攻击啦，但系攻击亦都唔算话太高啦，连佢得108嘅啫。108再加埋佢低速低防又低，唔系低速低密低特防，系咯。我谂即系我谂系可能系嗰个性格啦，性格搞到佢个攻击力冇咁高啦。但系我谂都相差都几远，即系45叻嘅火柱123，俾到尽佢45叻，可能有128左右啦，系啦，但系其实都唔算话好高嘅，唔算话好高，咁所以其实草主真系非常之渣。咁另外我就会放走呢只虫啦，因为只虫都唔系话太靓，唔系话太靓，所以我就接受唔到佢个样，我就可以继续打呢只小茂啦，佢系嘛 ？OK， 咁啊，之前就输咗俾，之前有冇输过俾佢啊？唔记得哦。我即刻换去水龙先，哇，剧毒啊，佢用暗魔嘅，好在我即刻走咗呢度，护虫。电蜘蛛咁啊，用火技啦，好简单咁。呢个杀出草虫啦，呢隻嘢系超能力嚟喎。先嚟个飞快刀先，阴谋。哇，用啲咩技啊？好，用翻火先。紧鬼，继续用火啦。一个电死佢，电啊，再电，好噃。OK， 咁啊，轻松搞掂啦。基本上依家都好。我哋可以上去嗰个嘅炼成阵度回翻血啦，系因为中我毒，非常之麻烦嘅剧毒状态。好，然之后到呢度啦。好，好啦，搞掂。咁我呢一只嘅麒麟骑基本上都系冇乜特别噶啦，系啦。喺我呢只嘅强力嘅火柱底下，应该都出唔到场噶啦，佢哋。哇！呢只即系太似冰啦，冰雹都落埋，你冇同我讲唔系冰啊，冰水都好有可能嘅。OK， 搞掂只文网佢啦，炼成阵，你有炼成？哇！呢只有啲难搞嘅，哇！佢用我招嘅。OK， 回血，好波。蓝糖花，好，我差啲唔记得我系时候要 save 啦，系啊，我唔想系咁不断打同一关，系啊。突然之间唔记得咗，不过好在我都醒气啫。好，然之后我哋可以上去啦。沙奈朵 ，OK， 或者我系时候要换一换重喺度。哇，佢落咗岩钉、啊，搞到我唔想换添。呢只女咧，出只草主出嚟玩下啦，系啦。都想证实一下系咪真系咁渣咯，唉，但系呢只又要换。精晒系咪真系渣成咁咧？哇！泰山压顶呢啲点用啊，大佬！泰山压顶，其实我谂泰山压顶，如果你自己唔系普通熟用泰山压顶，个几率都几低下，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咧，因为又冇加成，又个威力又唔强，系啦，再加上佢即系我以佢嗰个特性嚟分析咧。佢系分析嘅话咧，最好就唔好俾人麻痹咯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就比较麻烦，因为变咗你喐先有机会系。哇，奈克洛斯马呢只叫奈克洛芝麻，奈克洛芝麻啊，应该系我唔记得啦。
好，格拉格拉，好，刀背打格拉格拉啊！我哋已经消灭咗佢啦。呢度会唔会有诶嗰、咩咧？神兽可以捉咧？呢度唔知道，因为头先嗰度就有只神兽可以捉啦。呢度唔知道会唔会有隐藏嘅地方可以行。降蚁，降蚁呢就烧死佢啦！降蚁，属性空 ，double tick 啊！哎呀，打唔死啊 ！double tick， 佢好嘢啊！咁都打你唔死？哦，呢只嘢咁过瘾，呢只小丑嚟喎。好啦，好，我哋用嘅水柱啊，唔好烦。姜葱鸭，我哋呢度唔好走咯，直接用龙技打得啦。费事用龙技打，又直接呕落去。咦，真系有，但系喺后面嗰、那个神兽，哇顶镜反。好，有乜反败为胜啊？几种先？顶，再来一次。咩要仲有机嘅？仲有机？点靠？哇，唔系话呢只嘢，知知啦咁就有冇重新药啊？好啊，真系知知啊！好似冇，真系冇啊！知知啦要，咁啊死出去啦！哎呀，真惨啊！不过唔系中筆嘅话，我都觉得系算系万幸，不幸之中嘅大幸啊。OK， 好啦，我哋而家上去啦，顺便 save 个符先啦。唉，好，我哋 上一次我哋又捉咗呢只嘅紫色呢只嘅蝙蝠仔嘅，啊，咁啊，依家我暂时都未知道自己会捉啲咩嘅，啊，暂时未知啊。哇，佢有放咗寄生种子，原来。诶、欸，冇事系嘛？我、哦、冇事，喂，黐埋一个人，吓到呕啊！好啊，追翻翻嚟啦 ，save 喺第二个度先。咁拗拗地，呢、這个点样过去咧？又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有啦。OK， 佢每个都有啲隐藏路线。哦，梦神，好，我哋唔理啦。啲神兽呢啲冇特别，除非佢有啲特别嘅神兽，我未见过，咁我就可能会捉啦。我攞啲咩啊？佢俾咗啲咩我啊？哦，精灵笛，跟住就可以吹醒阿卡比仔。OK， 龙蟹，哇，呢咁嘅小丑都几过瘾。哇，呢乜鬼嘢啊？即系成只宝贝龙咁，睇个 feel 佢可能迟啲会进化，好似暴荣员嗰啲咁嘅级数。蓝糖花，好啦 ，OK， 咁依家我应该要去边谂下先？依家应该系呢度啊，去打一个火焰兵团啊，又打火焰兵团嗰个大厦啦，我哋先上呢啲位置先啦。哇，你唔系话出呢只嘅？潜地，好啊，俾你打一下，好，虽然就唔算话太痛嘅，都 OK， 但系都扣咗50几，哇，睇到神兽呢有，巨金怪地系，一嘢地技打死啦，咩嘅噶，逆轮要啦，逆轮，好 ，OK。多记下先，嗰个位喺边咧？又四嘢成日都唔记得咗，好似喺呢啲位喎，好似喺呢个位，咁我就可以飞晒唔打嗰啲，因为打其实好麻烦。系啦，除咗系升呢咯，好，不过升呢我谂迟啲都应该唔会喺度升噶，因为呢一只 game 咧，佢有个新嘅即系升呢地方就打神兽嘅，揿错掣添又，同埋个滑鼠标头先好似喺嗰度，冇留意到。因为呢一个改版咧，佢即更新咗之后咧，诶系到啦，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升呢嘅，咁打好似大约打60-70呢，咁嗰度升呢都唔错，就唔使麻烦。话再加上我今次就都会善用呢一个嘅精灵分配啦，系咯，咁就唔会升死一只嘅，虽然依家都升死一只咁滞，系啦，都升死一半噶啦。你嚟啦！我哋即刻可以打小茂啦。好，海狮
即刻整个阴谋先啦，冇谂啦，哇打唔死你居然，我一下阴谋咗都 ，OK， 封喉，哇虚张声势 ，OK， 定咩、哎？好，哈呢只羊啊，灰太狼啊，搞掂咩？好，我攞埋呢个。其实攞唔攞冇乜所谓，哎，我翻去回咗血先，问翻嗰、那个，问翻嗰张床先，上翻张床度回先啦。然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继续剧情，打埋最后嘅 boss 啊。好，上一集就系呢一度咧，我就打算捉个拎个大师球去捉嗰啲御三家，第八世代御三家 game 白嘅，但系呢只居然系旧版嚟，我玩嗰只，真系，不过新版有太多笔，真系。好大问题，好多问题出现。嚟啦，我哋又嚟打板木老大啦。其实有啲硬正，我开始唔系好入到去肉喎。信号光速，妖精，哇好在打死一下，如果唔系我死紧。哇，一滴血死咗啦，应该。咦，冇事喎。哇，顶啊呢条友仔 ，fix 死佢，谂都打唔死。好在佢用高速移动咧，傻嘅啲 AI 真系傻傻地。啊，有咩 game 啲 AI 好劲嘅真系，好似都有喎、啊。有啲咩 AI 系劲咧？之前玩过旧嘅六宝石嗰啲啊，喂佢唔帮我，搞错啊！打完佢之后唔帮我回血嘅，啲人系咪唔见晒？同埋嗰啲火箭兵团嗰啲，我唔紧要啦。41隻虫，好似50隻先派个學習装置嘛，咁唔紧要，我哋到时去到浅龙市先有 ，OK。之后我哋打格斗系道馆，你拎咗啦，贝贝龙，草水，哇加速减攻、啊，其实某程度上都唔错嘅，因为贝贝龙个速度都唔算话太低，普普中等水平，又唔可以话算快嘅，好似。120下80度啦，唔知80定70，佢个速度系啦，虽然系有啲慢。好，打死佢，打死佢，好辛苦升呢，升得真系劲辛苦，呢嘢要换啊，因为佢打死我嘅。好，唯有咁样练啦。呢只系草啦，睇下先。哎呀，我咪冇 save 啊！板木啊，板木，又要打多铺板木啦。个暗影球冇事，打得赢嘅我。呢只系怕水啦嘛，唔系，应该系话佢唔怕妖精啊，唔系佢系啦，佢唔怕妖精，打唔到佢用妖精技。哇，好在啫，争啲输俾你个板木。好，好在嗰个范围都唔即系个咩啊？即系嗰个剧情嚟呢度都唔系好远嘅，都系争分零钟左右啦，分零钟就可以去翻啊头先格斗系道馆嗰度，即刻翻入回先，将啲嘢重复做一次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呢个格斗系道馆，跟住再重复拎翻个草主出嚟，再打一个。呢度用我诅咒先，横掂都低，横掂都俾佢打啦呢度。哇！顶佢用咗叫声，冇搞错啊！哇！乜料子？睇嚟唔可以，佢唔俾我出火，出唔俾我出草柱，一出草柱佢就黐线。断只水先。哇！呢又系用火打，哇！真系唔得。佢咁样我点打啊？我一嚟佢呢只嘢会用叫声削弱我只火柱嘅能力值。咁即系我阴谋打晒咯呢度，搞到我仲想用其他虫嚟打呢度，系啦，基本上赢紧嘅我头，用呢一个技巧 high jump tech 喎佢用，呢咁嘅有缺陷嘅技你都夠胆用，哇呢只狮子，钢系狮子，好啦呢只就龙啦 ，OK 搞掂搞掂。混咗一龙技搞掂啦，清添啊，再清呢隻嘢龙啊，好啦，搞掂。
好啦，我哋可以返返去中心又再回血，跟住就可以打埋嗰个格斗系道馆馆主。其实某程度上嚟讲，依家都算系升呢，因为真系冇乜难度可以话系。哇，唔系话，唔使即刻吸。哎呀，仲要未 save 啊又。唉，点解会咁噶？因为真系训练紧我 EQ 啊，真系好辛苦。又再打多次，波耶波罗咪大佬，哇镜反，俾人镜反打死咗添，黐线 save 先呢度，我惊惊地大佬。今次呢一集咧，俾人镜反死咗两次，用镜反打死咗我两次，唔会有你啊？我觉得可能会有你咯呢度。好，诶爆机蚊。呢啲究竟二手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属性，因为我已经好耐，已经唔系好记得究竟二手嘅属性。应该话新搬嗰啲我都冇乜印象，最有印象就系四岛神同埋啊神兽嗰啲咯，罗克洛、月亮同埋太阳嗰只我都记得嘅，其他嗰啲我真系唔记得。好嚟啊！你有超能力道馆，哇呢嚿云又系呢嚿云，同名。喂，屈图明，好，因为其实咧，点解我会话屈图明咧？因为图明唔可以连续出嘅，之后改咗，系啦，但系旧世代可以不断出嘅，咁所以其实咧，变相咧系屈住对手嘅，屈住对手唔好俾佢打死对方，咁其实都几屈技，对方只系眼白白睇佢用晒啲图明，系啦，或者用变化技打死佢咯，如果唔系话就中招嘅，你就会中伏嘅咧，话咩噶进化？进化咗啊！点解有啲 mega 进化冇进化？喂，点解呢只又 mega 进化咗嘅？乜嘢事啊？究竟啲超能猫啦，呢只嘢地面打死你啦！超萌萌，好轻松啦！哇，呢只萌萌系咩事啊？唔都系 mega 萌萌？冇睇错啊！诶，拣错咗，诶食屎啊！错晒添，呢度上。唔系先，呢度过去，再过去，再过，死啦，防守路添。呢度过去，落去，过去，上，过，啱啊，哎，得，终于揾翻条路啦。好，咁之后咧，我哋依家要去嘅就系左手边，彩虹市左手边嘅单车路咯，单车径。好 ，OK， 咁啊，攞埋飞天先啦，顺便。好，我飞天先 ，HM02， 喂，雪拉比呢啲啊只，打得噶，65咧雪拉比，佢仲识喐噶，同一般嗰啲眼仔唔同，识喐噶，唔打呢个，麻鬼烦呢个，一见到双打住打嗰两只麻烦嘅，知唔想打，卡比兽呢啲就冇乜所谓嘅，杀咗都得。不愧系特盾啦，一下打唔死佢居然。好 ，cons 喎 ，cons 系咩啊？加系咪跌加多啲钱嗰、那个系啦？护符金币。咦？我冇拎单车咩？顶我拎个单车券，唔记得翻去拎单车。咁唔紧要啦，我哋可以翻去拎单车嘅。OK。顺便睇下有冇啲咩可以行下咯，单车劲啊先，呢度上去，好 ，OK， 几快啊，好快就去到嚟啦，好，之后就攞埋个单车 ，OK， 咁啊，等我哋睇埋单车劲嗰啲草地，睇下啲咩捉，咁我哋睇埋差唔多啦，咁暂时，咦，点解嗰度开咗个窿嘅？喂，我嘅奇怪，点解呢度开咗个窿嘅？之前冇嘅，哇！呢只唔系唔足啊，八十咧降系嘅超梦梦，呢只系超铁咩啊？装甲进化系啦，装甲进化超梦梦，呢只一定要捉啦，冇理由唔捉啦。哇，有啲难搞喎、啊。咁不如咁啦，我呢度用大师球捉咗佢啦，因为80我有啲难搞，因为同埋我好嘅都唔捉只神兽嘅，咁所以我呢度就用咩啦？用大师球捉咗佢啦。咁但系到时会唔会？系咁用呢，应该唔会嘅。好，超梦梦嚟啦，一球一运，超梦梦，搞掂啦。我嚟咗只，喂呢度咩事啊？哇，又有多只，
定系呢个星咧地科嚟喎？原来好 ，King's Rock 系咩啊？王者之石。咁啊，性格上就乜都冇变嘅。咁啊，个体值咧，个体值你就睇得出系完全得个血量高，其余全部都废嘅，系啦。而能力值啊，特攻攻击，咦都几好嘅，所以属性，不过都啱嘅神兽嚟，好平均啦、啊。佢见到佢，佢嘅特佢嘅属性系超能力啦、啊。咁啊，特性方面就系呢个咩啊？好啦，已经揾到啦。這个叫做磷粉的特性。咁磷粉呢个特性咧，就系咧唔会受对方的追嗰、那个招式追加效果影响到啊。咁其实呢一招系昆虫先至会有啊，但系我唔明点解会放咗喺呢个装甲进化超模网度，系有啲吃惊嘅啊。咁呢度有冇怪出咧？系冇噶啦。哦，咁我其实可以捉到好多只超模网。啊，奇怪，点解嗰度多块地嘅吓？咩、啊、之前都冇嘅、啊，摩擦力超强啊，飞月卷。不过感到有少少失望咧，因为只装甲超梦咧，除咗佢个外形转咗模组之外咧，即系变咗呢个有装甲进化嘅超梦之外，其余乜都冇变嘅。啊，睇埋个 item 啊，技能上我就一阵间再睇。我都是王者之冠，所以其实冇分别，因为超梦我记得好像都会装王者之冠，王者之冠啊，唔记得系咪啦。咁啊，地震呢招咩技嚟噶？电嗰招，电磁炮，冰呢招系呢招唔知道、啊，呢招唔知道。哇，呢招系龙尾啊嘛，系咪龙？好似系龙尾呢招，定咩潜龙？我唔记得啦呢招，点会有呢啲咁嘅技嘅超梦梦？之前有地震嘅咩？超梦梦，我真系唔知道，我未用过超梦梦啊！事先声明，我未用过超梦梦，我所以唔知咩超梦梦有咩技能嘅真系。梦梦我就知佢咩招式机都学得嘅，但系超梦梦我真系唔熟。你问我超梦梦种族值几多少我都唔知道，唔识答你。咁啊，基本上都唔算话太劲嘅，其实蚀咗我大师球俾佢，老实讲，其实蚀咗大师球俾佢噶，系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今集成日嚟呢度先啦。咁我而家 save 喺呢一度先啦，费事睇下到时可能有啲其他重，我嘥咗大师球，因为捉完翻嚟超梦梦又唔系话特别劲，我自己觉得冇错。好，下集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